董洁穿婚纱美若天仙，陆香煎好身材一览无遗，俏皮可爱满脸幸福。董洁有着很多不错的作品和角色，金粉世家的冷清秋，白领公寓的任菲尔，名气越来越大，也在当红的时候和潘粤明结婚生子，现在顶顶都已经十岁了，继承了父母的高颜值，有着妈妈的清秀，也有着爸爸的帅气。那么董洁的近照你们看了吗？一袭白色纱裙现身，犹如仙女下凡一般，被她美到了。这款薄纱裙是无袖 V 领的长裙，洁白无瑕的长裙衬得董洁的肌肤白得发光，水嫩的肌肤的确看上去不像是已经39岁快奔四的辣妈，保养得真好，无论是身材还是容颜和肌肤都很不错，看上去特别年轻。董洁穿婚纱美若天仙，陆香煎好身材一览无遗，俏皮可爱满脸幸福。